男子单打的决赛。我们请国家乒乓球男子强。那么从技术上，并且打法也有相似之处，严安和马龙的小球，都算不错的。和马龙打的时候还小有优势，但是我觉得拼正手，就是正手时间比较短，恢复的时间也很仓促。这次比赛当中，通过对韩国的这两场球，11-5，其实你简单的给我们点评一下第一局，杀伤力和反拉，包括大赛的经验，应该说和马龙还是有差距。我记得，所以还是要看看。和场上的这个局势，其实团体赛马龙跟海儿这种大比分落后最后逆转的情况很少，所以这次这个马龙新的表现，你看在正手对拉，也是成长了这么多年，国家队也培养了这么多年，有些对手，所以一路还是比较奔波的。是。那你看现在马龙在场上，看这关键的一分，8-10，马龙摆短，抢侧身。瞄着他的反手位，你看严安还是希望能变到马龙的正手位。对，因为现在严安呢在整个反手相持当中并不占优，程度是相当大，对，效果也不好。现在这球完了，肯定是马龙上风，拼到正手之后马龙拉住，一般不丢。好啊，一会儿发中转不转？你看现在又发转不转球，对吧？还是想去吊的。我觉得还是在帮运动员这个实现最后理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吧。当然，拿下这局，又是条直线。女单冠军玄宁和也是在为这次比赛做了很多工作。持平，马龙摆短，拖长，正手反拉，马龙高抛发球，这个继续来看男子单打决赛的第四局，有了，马龙再救起来。战胜你，没错。现在7-5，好的，你看马龙这球不丢，教练才能看明白。当中，今天马龙是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。漂亮，给力。
侧身对拉，扑正手，马龙再穿，拉中间，好球。拉起来，变直线，马龙防。延安低抛发球，中间短的回搓，拉起来，侧身连续，啊，漂亮！这样马龙4-0完胜了自己的队友小师弟延安，获得了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3连冠，他们在2009年。